四个从未当过爸爸的鲜肉明星，五个素未谋面的萌孩子，共同生活在一个大院子。我只能就是蛋炒一切。叔叔。不是叔叔，爸爸。不准搬，身体往下扶呀。谢谢蛋蛋。一起吵闹。是不是你的学生？整个流鼻血也不管。一起欢笑。一起感伤。说你身体健康，那你是哭吗？在爱与成长中闪闪发光。我愿意帮你大婶。闪亮的爸爸，11月28日起，每周六晚21:08，深圳卫视，敬请期待。